台东县慈桑乡诈骗一个87岁的港中人，按照车米骨，他先前得到国内108年天气尤其米王过后，就天天代表台湾去日本参加米食米粉食今天国际大会，得到的金赏大奖，也是头一个台湾农民得到日本最高荣誉奖的纪录。在日本拍的天是一级米食米粉食今天国际大会，而这台东县慈桑乡的车米骨得到最高荣誉金赏大奖，是有史以来第一摆由台湾米得奖。师傅今年的老农车米骨在他家鼓励下，今年第一摆报名参加米的竞赛，在一路从乡土的比赛到全国比赛都得到冠军，也下伊到日本也得到国际的肯定。伊讲有 PP 的内容，先不厉害，强烈的观看水，然后地动的管理，争取中出数多国际按好评价的冠军米。伊这个伊先不落去，伫迄个大关山3000几公尺，这个水落来吼，落一滴哦，拢是顺然，拢是足清的啦。落来就是讲第一站第一条的迄个灌溉限水口吼，就伫我这个产安尼来。七米粿今年得到国内有机米王过后，米价也见起。市面上两公斤左是卖到1600元，所以卖价是喺全国最贵，煞卖到抢抢。慈桑农会老米上都认为，冠军米的量按少，因为国际没有一个保护，对米的外销的天数有限条。煞做了康泰慈桑米的地名图，上下当年来说慈桑米。其实食米的消费量一直往下降啊。所以说，借由这样的比赛，会告诉国人说，我们台湾的好米，应该国人应该多多品尝。连日本啊，也比赛过来，记得因为有新闻要报道哈，啊，对人真贵海慈桑，然后人家台东也的也农产品来讲哈，也有青苔的注意啦。天天咧从1000度的天气诶，接下来近87岁的车米粿小店讲，再过3年再正式推球。大部分的港中工作已经交办来的顺利，有台中田的心得传下业，本民众做得继续得到冠军米的好口感。下个新闻是今面台东报道。